开始怀疑你真的是喜欢男生。哎、欸，我人家来逼我，但是主任跟他示好聊天啊，谁知道扮成女生呢？你看我是硬汉兄弟，那我是包包，你知道不贵，害羞是不是？我要爆料。我那天就跟他在对东西，然后他去洗澡，他手机一直响一直响，我意外发现阿不怪还有偷偷使用交友软体。现在我们就请阿不怪把手机交出来，拿出来拿出来。没有人洗澡的时候偷看人家手机的啊，你是我女朋友是不是？我们住一起就有这种风险啊。包包，你讲这什么干道理？这个长得漂亮，哎，好赤裸、哦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哎、哦，来，我想查看你的私密照。其实我私密照也就是放我露屁屁的样子而已，重点是你要看他的私密照很精彩。你怎么会找到这种东西？叫人你本来就跟他聊天了，我哪知道他里面有功能，有什么私密照、欸？很精彩呢。然后说我遇到蛮多很有趣的东西。这个女生，我直接跟她说我很酷的，她就直接二话不说想看我的私密照。我说这么急，她说哦好哦，那拜，拖拖拉拉的不懂。我靠，太急屁呀、啊！她很拽，她很拽。然后我直接跟她回，我不差你这一个，走吧。然后说她就封锁我。所以这除了交朋友之外，可以拿来舒压，还是乱骂的，聊不起来风俗。对啊，一开始就看我私密照，那种东西就是潜移默化，慢慢的聊天，那个循序渐进。对，没有错，不是一步登天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有跟到。我现在觉得我很赤裸，因为被挖出来的感觉。再给你看一个。他一直报名想跟我约会，报名约会是什么意思？我要跟你好好解释一下这个软体好了。所以说发起约会，他是可能用多少钻石？纠团的概念，对，类似，这样看比较快好了。我现在其实还在发约会中啊，有人报名吗？蛮多人报名的，我先解释。觉得你要长不好看，你说的。真的不好看、啊，要闭嘴！发起约会，短暂浪漫，下班后男生请客，身为男人就是大方。反正他也不认识你，你怎么不按女生请客？虽然我们穷，但是我们还有自尊，那种10块、20块还是付得起的。他花钱换其他东西。哦，就这么干啊！一个礼貌啦，多人，我自己比较喜欢单独，所以我就一对一，然后就这样完成发出去。会有男生约你？基本上目前好像有一两个，但是我通通拒绝，因为我喜欢女生。我不信。OK， 哥，现在在那边看，有看到男生吗？没有吧？你的鸡大吗？哦，这 A P P 女生都是非常开放的，15到16。我不信，我跟他说我的 size， 来，我现在图给你看。算了，太自我。好了 ，OK， 哥。好了，哎，好恶心。他想跟你结合，他算是想跟我结合。她是一个很主动的女孩，这么意外，蛮热情的。我的认知一直以来就是男生会想看女生，不知道原来女生也会想要看男生，这么的实在。对，所以让我觉得蛮讶异的。哦，这个也是很恶啊，当头一破。我想看你私密照，我想看你妞妞的部分。然后说啊，这么急不见了吧？哦，好吧，不。他就走掉了。我其实遇到蛮多三性的。我现在开始怀疑你真的是喜欢男生。哎，我人家来逼我，但是主任跟他示好聊天啊，谁知道扮成女生呢？你看我的资料，感情状态我写开放关系，想寻找开放关系，我要找比较 open 的女生跟我一起出去看个电影啊，吃饭。就你从玩这个城市到现在约过什么？我不是说想要交女朋友，我就只是想说无聊打发时间。每个人都有我需求嘛，像搞不好你的手机里面有十几个交友 APP 我没发现而已。拿来，没事没事，这个很酷啊！无聊玩玩，别太认真。我跟他说，放心，我超不认真的。你根本是在胡闹啊！他说，哎，帅气哥哥，哎，小妹妹，哎，但哥哥怎么露屁屁呢？我的天气热啊，妹妹比较想要看哥哥正面雄鸡鸡的样子。啊，雄赳赳的样子，他很清楚我是有雄赳赳状态的。他只是在安慰你。啊，没事没事。然后这边你看。那哥哥只想放到妹妹里面吧？哦哦，他想跟你结合，他看你屁屁就想跟你结合，太硬了。10点半可以约那个西威秀附近哦，但我后来没跟他有后续了，因为那个时候时间也忙。到底灭了几个人？其实我也忘记了，可能大概 maybe 100哦，1000这样。伪娘，我想要。找单纯无负担的肉体关系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再回复我。哦，你是男孩啊？我发现他是男孩，我就先暂时不要。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啦。很多人在现实生活上跟人交际比较不善于言语，就可以利用这些媒介交友软体的来跟人家聊天、沟通、交朋友，所以其实也不是坏事。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，这个是强制分享，就是爆料。大家记住哦，如果你们身边有像
像这样子的室友呢，千万要小心你的手机，不要被他们翻到，挖人家的秘密。如果你使用交友软体，像这个程式叫 Just Dating， 那如果说你跟里面的朋友约要出去，不管吃饭、看电影、干嘛的，你还不认识这些人，到底是不是骗你？心态呀、啊，在这边也建议大家，其实约一些比较明亮、比较安全的场合啊，看看电影啊，人多这样子也安全。对，一方面，如果你遇到了你不喜欢的，马上拒绝啊，我今天没有，很。经痛，或者是我妈怀孕要生了，你妈又怀孕，没有啦，大家要注意人身安全。也每周一上午晚上十点准时上片，记得订阅我们的 Facebook、IG 还有 YouTube 频道哦。我们是硬汉兄弟。